怎么回事啊？马队长，我也是装死才逃过一劫的，看不大清楚，只知道身手比较利落。奶奶的！马队长，马队长，队长，桥东打起来了！桥东打起来了，哦，真是越来越乱了。走，不管什么情况，先把他抓起来再说。走走走走走。 大侠，救命之恩！多谢大侠。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呀？站着别动，都不要动！ 死了这么多人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，说不定给盗贼有很大的关系。你就是诸葛神探啊！哎呀，原来是我们的大救星到了。 一家人，误会，误会了。诸葛会长的事情，我很是抱歉呀。直到现在，我
我都没有查清凶手的身份。把有关凶手的资料给我准备好，我处理完家里的事情，我会去找你的。没问题。大侠，我是时事公报的摄影记者，我叫安小洛。我是郑文峰，我是安小洛的同事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随便开我的门。昨晚行动失败了。您不愧是金部的高手，他们就是一群废物。看来这个诸葛红需要您亲自出手了。有些事情还要抓紧时间办。军部只给我一周的时间寻找丢失的秘密文件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知道怎么做。那我就听你的。医院那边我来安排。如果说是盗窃宝物、杀人灭口也说得过去，可我觉得我弟的死没那么简单。这事儿是挺蹊跷的，最近死了好几个老板。我父亲生前还见过谁？最后见到的应该是我爹。那天诸葛伯伯和我爹在谈反抗日本商会垄断粮油的事儿。诸葛伯伯死了之后，我爹就把所有的珠宝全都放到密室里去了。他这几天一直待在屋里，哪儿都不去。没想到你回来这么快，他以为你得三天之后才回来呢。你哥哥一直都不在家吗？我哥和我爹这么多年宛如仇人一样，平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。很好，如果事情办成了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是，那我先告辞了。
诸葛少爷，陆老爷他在哪儿？老爷现在应该是在卧室。哎，诸葛少爷，你身为管家，不知道老爷在哪儿吗？ 陆天成一死，丢失文件的秘密至少安全了许多。接下来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密室的钥匙，也许文件就藏在其中的某个地方。就算钻石找不到文件，我也会让他更安全。其他商会的老板跟陆天成也都有过接触。 宁可错杀一百，我也不会放过一个。小姐，请节哀。别太难过了，事在已矣，我们当务之急是应该找到凶手。 为陆叔叔报仇，这些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，屋子里也没有翻箱倒柜的痕迹，除非不是盗贼所为。盗贼偷东西不会杀人的，一定是有其他目的。陆叔叔这几天都跟谁在一起？ 前一阵子，也就跟我爹关系好的几个珠宝行朋友。你说当时有个年轻人冲进来？那个年轻人自称是个记者，慌里慌张的说找老爷有重要的事儿。 我告诉他，老爷正在和陆老爷谈事儿。他过去没多久，跑出去便被杀了。陆老爷却是从后门走的。听说一个记者。 曾经找过我父亲，之后就发生了一系列杀人案。我们也去查过了，没发现什么特别的。本来想找陆先生谈谈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啊。天通宝行被盗，发没发现盗贼有什么异常？哎呀，盗贼身手很利索，根本看不清楚。其他几家珠宝行，你派人看着没有？早已经派人监视了。马队长。 司通宝行的钱老板也出事了。啊！出去看看。
车里，出事了，死车里，出事了，死车里，出事了，大侠原来就是北平鼎鼎大名的诸葛探长。您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怎么样，有时间给我们做个专访呗？要不您教教我功夫，我可以拜您为师。之前有没有人这样被杀过？之前没有，就这段时间连续死了好几个生意人，但是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保队长出事了，天通宝行老板也死了。啊，快走。哦，保护好县长。您的手下没有看住。是是是，属下失职，属下失职。宝物丢了吗？丢了，丢了三件最贵重的宝物，其中一件是唐朝的。按说盗贼偷东西不应该杀人啊。怎么样，有什么新发现？从案发时间、作案方式、密集度上来看，这些人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到今天黎明被杀害的。钱老板应该是死后被扔进车里的，蔡老板应该也不是死的伤好。那盗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诸葛大侠刚才都给你分析出来了，盗贼是为了杀人才偷的东西，不是单纯的偷东西。安记者高见，安记者真是高见。那是，诸葛大侠可是我师父。哦。针眼儿，说明是先用的毒针，后用的匕首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匕首进去的地方很少有血流出来。这个杀手故意造成盗宝杀人，他有可能不擅长匕首杀人，而是毒针杀人。针孔周围的血还有剧毒，陆叔叔跟我父亲身上都有这种吸针类暗器的痕迹，而且还有刀伤，都是这个诡秘的身影干的。我们暂且就叫做鬼影。燕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抓住他。好外好外，连环杀人案凶手手段浮出水面。这杀手也太猖狂了，这都杀了几个人了，也不见人来管管啊。谁知道这鬼影什么样啊，真跟个鬼影子似的。这手段
怎么办？你说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丢失的文件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你却招惹上了这个诸葛红。我认为，诸葛红已经发觉，盗宝是假，找东西是真。盗宝也是真的，只是他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杀人。那就让他永远不要知道为什么。不用你催。自己当诱饵呢？你确定那个鬼影真的是要杀你啊？师傅，我先包一下。诸葛兄弟，兄弟，哎呀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明知故问。不好意思，我又来晚了。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有一个白影从我面前唰的过去了，还真像个鬼似的。鬼什么鬼？啊，那也是人。这我还不知道啊，那肯定是个人。还有哪家珠宝行没有被盗？哦，宝信宝行。你们先走吧，随时保持警惕。是，神探，随时提高警惕，继续巡逻。是。我们走吧。师傅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你可是从来没有失过手。诸葛红的确不是一般人，我会抓紧时间的。时间不多了，你也是军部的人，到时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吧。当务之急除了杀掉诸葛红，还要尽快拿到密室的钥匙。你不用操心，两件事我都会办好。这是在保护别人的时候受伤的吧？不是。我没问你，我问记者呢。是我想把鬼影引出来，结果我低估他的本事了，跟恩小璐没关系。你再好好想一想，陆叔叔还跟你说过些什么？还说等你回来之后就让我们俩成亲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哭到了。等我找到凶手，为他们报了仇，咱们就成亲。嗯。哦，还有，我爹说他原谅我哥了，但是我哥还是不肯回来，而且密室钥匙好像在我哥手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？你爹见过陆亚光了？我爹是偷偷去见的他。那我必须去找陆亚光。你知道他平时在哪儿吗？我真的搞不清楚他在哪儿，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他，他的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。他在象县混得很开，如果说陆叔叔最后见到的人是陆亚光的话，他肯定知道一些事情。
我去了。哎，你注意安全。我等你回来。师傅。小姐，给您送饭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老爷不是不在了吗？我得照顾您，这是诸葛少爷吩咐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放这儿吧。您得注意休息，小姐。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，鬼影。从跟他交手来看，基本可以断定是个男人。道宝杀人只是伪装，独真杀人后用匕首插入胸口，是想掩饰什么？所有人的死都跟陆叔叔有关，似乎又跟那个年轻记者有关。难道仅仅是因为日本商会垄断粮油吗？那他为什么要不断杀人？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陆亚光了。大侠，大侠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，我都已经叫你师父了。你拜我为师，不怕鬼影杀你？他想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拜你为师，那安全不是更要保障了？鬼影他滥杀无辜，足见这个事情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，他肯定还会继续杀人灭口的。所以说，没有谁的安全是有保证的。反正我不怕。好。师傅。来来来，来了来了啊！快压快压，来，压好了啊！我压大，不敢。哎，我压这个。通吃！哎呀，又是拿钱拿钱拿钱！呦呦呦呦呦！美人输哭了都！哎呀，美人输点钱不算啥，你这个人呐更值钱。很开心吗？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谁敢在我的地盘上捣乱，我马上让他滚蛋。地方小姐，出这点钱不要紧，只要你想玩，你想玩多少我都给你。但这个赌博呢是讲运气的，很明显今天运气不在你身边。这样，我带你先去吃顿饭，吃完饭咱好好的跟他们玩。可是我已经拒绝你很多次了。地方小姐，只要你肯赏光和我一起吃饭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请。陆老板，艳福不浅呐！来，小鸭子，下呀！陆少爷，请。碧芳小姐，请。来，陆少爷，好酒量啊！碧芳小姐，只要你能开心，今天啊，你让我喝多少，我就喝多少。陆少爷，请。呦呦呦，诸葛少爷，听家人说你去送饭去了。是啊，小姐她不喜欢吃医院做的饭，就喜欢吃我做的。陆大少爷多久没回来了？大少爷他几乎是不回家的。在哪儿能找到他？
哟，你看，这个我也不清楚。你跟陆亚光从小就偷家里的宝物卖钱，要不是陆亚光变卖家里的宝物，你的吃喝玩乐的钱哪来的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我。他一向都是以城南赌坊为家的。990，大赌能发家，小赌能致富了啊！不用了。都是我的。再来。姑娘，赢的已经够多了啊。还是见好就收吧。我凭本事赢的，凭什么见好就收？怎么着，只准你们赢别人，还不准别人赢你们呀？就是啊，人家又没说不玩，你们凭什么不让人家玩？对呀。凯先生也是个明白人，你指点这位小姐已经将我们赌场赢了个遍，何不高抬贵手呢？我是赢家，我说了算。您要是不行了，就换人啊！换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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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换！换人吧！看姑娘长得眉清目秀，牌技也是相当了得，一直在连赢，好像把我赌坊内的所有桌位都赢了个遍。您要再这么赢下去的话，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。陆亚光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我的确听说有一个什么秘密消息，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，也不关心。至于我父亲把密室钥匙给我，也是有原因的。他小时候怎么对我的，你是知道的啊。所以我认为呢，这是他对我补偿的一种方式。其他的事情不太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认为这些东西很值钱。我觉得这件事，日本间谍已经介入了。为了这个秘密，死了很多无辜的人，这已经不单纯是盗宝了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秘密不秘密的，我只知道，这些宝物呢，它姓陆，现在它归我陆亚光啊。你，还有你，啊，千万不要对这些宝物动什么不好的心思啊，小心把命搭上。这话应该我对你说。朱高红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你爹跟我爹呢都那么爱国啊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好好过，非跟日本人对着干，结果呢一个一个全死了。我呀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不傻。师傅，师傅，没用的，咱们先走吧。王八蛋，还敢跟我动手！呸！给我盯紧姓陆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密室的钥匙我已经拿到了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事成之后有我的一份。还有一条就是，您可一定要说到做到，只杀朱高红，不杀我家小姐。我答应过你，如果事情办成了，
我一定会让你娶到你家小姐。不过，你要感动别的心思。前面就是洞口。从陆亚光那儿拿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周荣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。这些可恶的记者，他们不会再有机会了。少爷，外面什么情况？报纸登了周荣死了的消息，大家都说鬼影又要开始杀人了。哦，安记者说他今天想去杀人现场看一下。安小洛在报社吗？他去铁匠铺对面那个年糕店了。哎，你快点儿！这家店的炒年糕就是好吃。这家店的炒年糕就是好吃。傻子，也就是你，怎么吃都不够。我不管，我明天还得来吃。你还来？再吃成猪了。快走！走！文峰！走！走！你没本事，装什么英雄保护我？小伙子，你好好听我说，保护你。等我。妈，老婆，对不起。不想看你哭，不想看你笑。来，你吵吧。伤害爱情也伤害自己。
直到现在才悟出这道理。当爱情胜过所有的运气，文浪，当幸福转角刚好遇见你，当我们都在明天老去，在夕阳西下叙述那些回忆。这几天可能会有点疼，忍着点啊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这几天就让他住在医院吧，这儿比较安全。好，听你的。小洛，好好休息。亚丽，哎，你照顾他。行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马队长。我必须要除掉鬼影，否则向西的人民就没有安全感。他越要杀人灭口，我们越要阻止他，一定要查出真相，把鬼影的真面目揭露出来。鬼影他现在找不到密室的钥匙，应该开始着急神探，神探又和盗贼交过手了。盗贼偷东西，应该不会咱们。他好像故意在等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知道你在这等他？可以这么说，他是想引我出来。杀了我，马队长。这是个日本人。这个人的身手和鬼影的非常相似。你的意思是，日本人和鬼影是一个人？今晚黑衣人用的是东洋刀，是日本人。这么说，鬼影也是日本人？鬼影他滥杀无辜，让别人以为是盗贼所为，其实他是想掩盖他行动的真实目的。他们是为了寻找陆叔叔保存的一份秘密文件。看好陆亚光神秘的人，你让那晚上没被杀死的电火去看看，是不是这双眼睛和这种眼神啊。神探画的真是太逼真了。继续巡逻。是是。师父这么多年在北平工作，他父亲在家一直都是你照顾，辛苦你了。这没什么，诸葛伯伯按说是我公爹，其实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师父有你这样的未婚妻真是幸福。等他把凶手抓到，你们就成亲，我来当伴娘。好呀，你长这么漂亮，肯定有不少人追吧？啊，喜欢我的人又笨又蠢还贪吃，那他
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嗯，他被鬼影杀了。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嗯，师傅怎么还没有来？对呀，雅琳，小洛。啊，红哥哥，看你们俩聊得挺开心啊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要不认他做徒弟的话，我们两个人都像以姐妹相称了呢。我这个师傅也没教到什么，你们就姐妹相称吧。好呀，小洛妹妹。雅琳姐，基本可以确定杀手和鬼影应该是一个人，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他交过手了。那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儿。我觉得鬼影他现在应该在找密室的钥匙。他会不会对我哥下手啊？他在没找到钥匙之前是不会下杀手的。那得派人保护他了。我已经安排好警察了。那就好，我们也要抓紧时间找到密室的钥匙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查得差不多了。什么情况？他现在跟个日本人一起住。日本人啊。你好好看看啊。师傅，有什么消息？陆亚光跟一个叫毕方的日本艺妓扯上了，看样子走得还挺近。难道日本人要利用艺妓打钥匙的主意？陆亚光他好色，投其所好。走，咱们去会会这个日本艺妓。陆亚光，我想进密室看看宝物。哎，现在的孩子都这么不懂礼貌吗？啊，在雅琳那边算，你怎么的也得叫个大舅哥吧。别说你们现在没成亲，即便是真成了亲，我也不会让你进去的。看在雅琳的面子上呢，我是一让再让，差不多得了，别蹬鼻子上来，容易丢人。走吧。嗯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才没礼貌呢。我一见着你啊，我就特别想喝，我就感觉我喝不醉。真心待我，我就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啊！我陆亚光此生得你相伴，夫复何求啊？那你要给我看看你的真心啊？我的真心我早就拿出来给你看了吗？只有一点，只有一点，我们陆家祖传的宝贝我没让你看。这诸葛红天天想看，我就不给他看，我气死他。我那是什么呀？哎，既然你都真心待我了，我一定带你去看，打开大门让你仔仔细细把每一样都看得特别清楚，好不好？先喝酒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注意脚下。 走。 你想干什么呀？这话应该我问吗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朱克煌，这几年在京城没白待呀，本事见长，不光学会了破案，还学会偷东西了。你不要乱说话！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有关系啊？一边玩去啊！ 朱克煌，你要是缺钱，你直说，缺多少我给你多少。但想要偷可是有风险的。前两天周荣拿了我的假钥匙，结果死了。就算是你喜欢，你想要，你可以直说，咱又不是外人，对吧？我是你大舅哥呀。看在我妹妹雅琳的面子上呢，只要你说，但凡里边有的，想要什么随便挑。咱以后啊。 请吧，走，慢一点啊。怎么着，挑着自己喜欢的了吗？ 要是没有的话呀，那边，哎，那边还多着呢，不着急，慢慢挑啊。小心你丢了自己祖宗的脸。有毛病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比方，只要。 你能一直用真心待我，这里的所有的东西，不光是我的，它也是你的。师父。 师傅，我觉得那个女人她不太对劲儿。我已经派人跟着她了，是狐狸，总会露出尾巴的。既然已经取得了陆亚光的信任，拿到钥匙她就没有用了。文件到手之前。
还得留着他。我的第一要务就是除掉诸葛红这个绊脚石。那就除掉他，这样一来墓室里的宝物全都是我们的了。哼，宝物是大日本帝国军部的。饭钱吧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赶紧赶紧。你们不要再监视他了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没想到他这么残忍，连乞丐都杀。你先躲一躲，暂时先不要监视他了。是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陆小姐和安记者去城南赌坊了。咱爹真不甘心软，把密室钥匙给你。你看看你，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呀？我觉得你就不应该姓陆，陆家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。行啊，我可以不姓陆。妹妹啊，你告诉哥哥你喜欢哥哥姓什么，我明天就去改去。自己亲爹被人害死了，还在这吃喝玩乐。哎，弄清楚啊，那是他亲爹，不是我的。老头子从来也没把我当成亲生儿子。雅琳姐怎么会有你这种哥哥？别说话，我的心上人来了，没时间陪你们玩。哎，我还没跟你说完。走。卢亚光。不用拦他了，他现在心里面只有这个日本遗迹。诸葛红，你在京城呢是个神探，可是在我们项下呀，你什么都不是啊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这鬼影不是还没搞定吗？你要真有本事，真有能耐呢，就先把杀人犯给抓住了。我警告你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不要再来烦我，也不要继续打扰毕方。否则的话，我让你离不开象限。拦着他呢，我都想揍他一顿了。咱们先回去吧。走。我哥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？我家就没有这样的不孝子。我第一眼看他就觉得他神态不太对劲。第一是他没喝酒，即便他喝酒了，状态也不像醉酒的样子。那这么说，这个一击毙方有可能给陆亚光下了什么迷魂药。就目前陆亚光的状态来看，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个日本一击毙方了。而且这个毙方不是一般人，他把跟踪的乞丐都杀了。
所以鬼影想要拿到墓室的钥匙，轻而易举。如果鬼影拿到密室钥匙的话，那他会不会去我们家密室盗宝呢？不太会，但他可能会去找丢失的秘密文件，我一定要去阻止他。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在我这里呢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！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我担心诸葛红会去密室偷宝物，他已经去过一次了。那这样，以后啊，你帮我看着密室，他只要再去，你就对他不客气。信云行，今天让你下地狱！怎么让他自己出去呢？他很单纯，只会想到我，从不考虑自己的安稳。师父，
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我也难受，但是我们必须振作起来，只有这样才能给雅丽姐报仇，给文峰报仇，给所有无辜的那些人报仇。今天来的人挺多呀，啊！你也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坐下一块儿喝啊！快点，你清醒清醒吧，雅琳被鬼影给杀害了。说一遍，说话呀，说话呀！你们，我妹妹到底怎么了？你们说话呀！把她抓起来，不要让她再见那个日本艺妓了。她中了迷魂药了。来来来，赶紧离手啊！来，来家。又是，哎，你看那门，怎么回事？六个老板啊，老板在哪儿啊？哪儿？不管咋回事，来来来，下面下桌，来来来，大家来啊，来顶手啊，哎，一二三，六个脚。他们杀人是为了掩盖一个重要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应该藏在密室里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能让他们这样大开杀戒？毕方和鬼影应该就是一个人，可鬼影是个男的呀。在象县的日本商会里面，谁是军部的人？副会长小野是军部的人。这么说鬼影也是受到指挥了？三碗馄饨。好嘞。毕方来了啊，小雨，他们三个都藏在日本商会里面，我今晚就去会会他们。走，我带你去做件衣服。啊？哎，不用不用了，我这个衣服还挺好的。不是给你穿的。那是给谁穿的？哎呀，反正也是给你穿的，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哎，看看吧。给我穿的。今天军部已经来电，有几个商会因为泄密的问题，会长和手下都已经剖腹自杀了。今天晚上之前，你务必要销毁秘密文件，绝不能让诸葛红和实时公报的记者拿到手。时至今日，秘密文件并没有被曝光，他诸葛红找不到，记者也是枉然。天皇保佑吧。
干嘛站在那儿？东西找到了，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文件，你我都得以死谢罪。刚得到消息，军部关于东北的计划马上就要展开了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来人！什么？站！快追！他们全跑了，都是因为你没有能够及时除掉那个诸葛红，才让他和那个冒充你的记者骗我说出了文件的内容。是你泄的密，却反咬我一口。醒醒醒醒醒醒，吵死了，你干嘛呀？我怎么在这儿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中了毕方的美人计了，一直神志不清。你被日本一骑毕方迷惑了，亚琳达被鬼影给杀害了。哎，诸葛红，你是亚琳的未婚夫，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她的，你就是这么照顾她的吗？不，你一觉醒来还想打人？你这还有你啊，你们这些警察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连人都保护不了。是你把密室的钥匙给了那个日本一级毕方的，我在去阻拦鬼影去密室的同时，他为了保护我才这样的。你父亲得到了日本人的重要情报，所以被他们杀害了。现在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丢失的文件，而这个文件极有可能藏在密室里。现在我还能做点什么？你再好好想想，陆叔叔最后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我爹让我把钥匙交给你，但是我舍不得里面的宝贝，我就自己抠下了。那还有什么办法能打开密室？有办法，有办法。我给毕方的钥匙是我后来背的，我爹给的原钥匙还在我手里。我今晚就要揭露鬼影的真面目，给所有人报仇。
鬼影，你现原形吧。就凭你吗？盗贼和毕方都是你，虽然生意是一男一女。北平的诸葛大侦探了不得呀，你的眼神和你的身手出卖了你。我们第一次在胡同里面交手，我就看清楚了你的眼神，而且找到那个没被你杀死的电火机也确认过，这个眼神就是你的眼神。然后就是在林荫道上，我想试探你会不会功夫，结果你迅速躲到陆亚光身后，躲过了我这么一撞。因为你知道，只要我撞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回忆。最后就是在这密室里，我再一次的试探你，你又一次坐到陆亚光的腿上，你的眼神十分犀利，十分冷静，你果然是个高手。不愧是诸葛侦探。让我看看你到底是男是女。是谁？你杀了我爹，杀了我妹妹，你都得死！我们把密室翻了个遍，也没发现这个秘密文件。这个和东北有关的计划是什么呢？我爹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，反复跟我强调了很多遍，让我把钥匙亲手交给你。
战争还是爆发了，诸葛洪他们虽然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，但是他们依然决定同全国的爱国青年一道投入到东北抗日的洪流中。一树秋叶飘落在风里，还流浪的心此刻想停息。遗憾过后学会了珍惜，明白这句话是已大了年纪。曾经年少固执的怀疑，不能给幸福下一个定义。伤害爱情也伤害自己，直到现在才悟出这道理。当爱情胜过所有的运气，当幸福转角刚好遇见你，当我们都在一天天老去，在夕阳西下细数那些回忆。将爱情胜过所有的奇迹，当缘分恰巧刚好等到你，当这辈子养成爱的默契，在长旅途都要陪你走下去。曾经年少固执的怀疑，不能给幸福下一个定义。伤害爱情也伤害自己，直到现在才悟出这道理。当爱情胜过所有的运气，当幸福转角刚好遇见你，当我们都在一天天老去，在夕阳西下细数那些回忆。当爱情胜过所有的奇迹，当缘分恰巧刚好等到你，当这辈子养成爱的默契，在长旅途都要陪你走下去。